开心，有一个公主天真大一点任性，她可爱而且味蕾也非常灵敏，每天都会品尝许多让人着迷的甜品。有一个穿装里全是蛋糕精灵，在这里公主找到珍贵的友情，穿过了香草山谷和食材森林，一起寻找一起冒险是最喜欢的事情。是的。